位法师，诸位同学，真济。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七百空五面啊，七百空五面，第七行换气啊，第七行啊，以日为露，日出暗消。下面啊，那都是经文，譬如日出，映照世间这段文呢，用太阳来做比喻，日头出来，黑暗的消毒了。无论是黑国，定幽冥之处。结果是指真深的山谷，日头照未到的所在，所以叫极暗之地。即乃至泥泥，泥泥就是地狱啊！佛光普照之下，若多的已经庄严，隆重啊，拢显示出来了。啊，就是讲，用现代话来讲，空间位处无了，空间、时间、确实拢唔是真的，拢嘛是对咱分别执着内面。变现出来，离开了分别执着，空间为主都无存在了。而什么现象呢？经常常讲，即在当下，确实。过去嘛在当下，未来嘛在当下，你拢看清楚了。啊，处处是当下，叫世界嘛在当下，化妆嘛在当下，无一位啊无在当下。有什么因果呢？那你头前也捌读过，虽然读过，也真未习惯啦。实际生活上用未着，第六代人证明咯，咱的习气有偌深嘛，咱的梦想有偌重啊。菩萨清楚，那菩萨阿罗汉已经得了受用，伊也超过了道了。啊，真正是所谓活在当下，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当下就是。起心动念，一念一法界。啊，这个法界是圆满的法界。过去、现在、未来是法界，不是一佛陀的是法界啊，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
伊发解，真正一点啊拢无错啊！伊发解叫做伊真发解，伊发解嘛叫是报庄严土，这是真的，一点啊拢未假。哇，在当下迄念，迄念呢，都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1000念内面的一念，这个一念不生不灭，这一念不可得，这一念。佛在《法界经》上所讲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但未咯，未咯，这一点看未到咯，这一点看未到，就是十波中暗土看未到。什么叫是无中阳土？看到这念的人，就看到是无土，所以是无土了。这是发心菩萨啦。那没有这一念，根本都唔知讲这一念的存在。啊，咱看了什么呢？这一念的相续相。啊，相续相累积，构成一个画面，就像电影影片累积，构成一个画面，在我们顶面咱看到了，我们顶面的那念呢，咱无看到，实际上我们顶面的一念。是24分之1秒，以一秒钟24张的画面，下做一个。我甲咱讲，这速度是1600兆分之1秒，1600兆啊！咱哪会知影呢？你就知影讲，咱所看到这个境界，都是这个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像是一个动的像，不是静止的。你看，一秒钟1600兆出的生灭啊。现在咱讲震动，频率震动。这是已经发解，没了后，这已经发解，随着咱念头的变，一切化从心上生啊！啊，咱个也变作事情发解，成文言甲菩萨变的啊！这个人更悟了，但不是讲大彻大悟，伊无见性。变形呢，就会看到1600兆分之1秒，伊看到一个，这叫变形。看到最初一念不觉，理由无明啊，伊看到一个呀、啊，看到这个，这一个无明破了。就是什么款放下咯，这叫做见性成佛啦。人讲发心菩萨啦，在华严经称为啊圆教祖师，都遐看到后面的2诸、3诸、到10诸、10行、10回向、10地。
不断向上提升，爱心修学终极目标，即见性，是回归自性，回归大自然，自性就是大自然，回归上极光，所以演化界、虚空界拢总看到了，世界开辟明显，何云世代开辟，请一切诸物皆当一色，一色者尊观经说，即界金色呀，一色是金色，在内面，咱啊，都爱知影讲伊真正意思。你常常讲，无一定是金色，各种无同的彩色拢有。各种无同的色彩，拢总称为金色。因为什么意思呢？不变啊！在咱这世界上，金银铜铁叫做金属，金属拢容易氧化，只有金伊是未氧化。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看得真重视，真珍贵，伊袂变。金嘛代表永恒不变，永恒不变呢，就是叫做真金色。表法的意思，你还知呀？咱世间人啊，自相、自佛相、自菩萨相，拢该打做金的。那是讲一个人，规身躯的颜色拢是亲像黄金同款，你种好看无？规身躯颜色拢亲像黄金同款，你讲有好看无？叫世界七宝池里面莲花，你看经常讲的四色，实际上环境里面跟人讲的无量的光色啊，各种无同颜色拢嘛有，你叫美不胜收，各种颜色啊拢有，各种颜色拢未变，这就。叫做啊金色，所以啊，诸位一定要知影讲金色比较意思，永恒不变，称之为金。观经第七观文呐，无量寿佛，诸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啊，是。两个大师，是你自由光明之星，不可固见啊！一切阎浮达金色，不得为彼啊！啊，这是讲佛的进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大世至菩萨，除伊以外，为蝶佛身边的菩萨呢，成文众，人数就太多太多了，唔免讲，那么想会到呀。阿因的功名，佛的功名，菩萨的功名，声闻大众的功名，拢总有成功。功名至诚不可固见啊！下面是比如，碧千严普丹金是黄金里面最好的，而声色最好的。拢比未着，有第八观文佛菩萨像，皆放光明之光金色。啊，佛放光菩萨光，光的颜色真多真多种，为什么呢？人的梦想分别执着不同啊，有偌侪种，都有偌侪光，都有偌侪色。只有佛光啊，发心菩萨光，清净光明。该做金色啊，第十五观文见阿弥陀佛无住观想奉金色光，犹如七佛神咒经一曰，其中所有一切万物该做金色，犹如法华奉公啊，现随时照如东方万八千土，这些土是佛刹，东方一万啊八千佛刹，该如金色。简言之，这一色者表啊万法一如呀。那金代表什么？金代表自性，金代表性德，永恒不变。那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不为性德啊。那为什么咱现在所看到、所听到、所接触的？性德啊，完全相违背呢。这什么呢？啊，是迷了，迷失了自性啊！啊，所以性德变成什么呢？性德变成烦恼了。性德就是烦恼，感悟伊就是智慧啊。没了，伊就是烦恼啊！一切法从心上生，性德产生变化，嘛是因为心上，心无咧想咯，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做放下，性德就现前，啊，性德就正常咯。那一切真善美啊，圆满具足，永恒不变啊！啊，变是假啊，不变是真的啊！
避孕。在晴空中，出现了异象啊！目睭花的时阵，看到空中现象；目睭有病的时阵，看到空中有幻象。正常的目睭看未到，有到十法界众生，目睭有病啊。自性法界变轻啊，六道内底变重。你看到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幻想啊。空中现出这个相，这叫做一切法从心相生啊。那你的念头无清净，你看到的相是。会相是念相，无清净的。那你的心清净，你看到是清净相。啊，四性法界见清净相，六道凡夫见念无相。其实清净念有都拢无啊，这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浮梦。咱未当唔知影，所以学佛对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什么呢？放下。离异啊，放下，放下，再放下，唔能够执着，唔能够分别，唔能够打妄想，你就成佛了，你就回归自性，你就圆满功德啊！那十方诸佛如来已经。放下，我看新菩萨因呢，现在也都在放下。是咱的榜样啊，是咱的典型，有佛爱向因学习吗？愿法界虚空界。一切事物是自性变的，换一句话讲，是你家己心内变现，家己心内变现，你哪要介意这个讨厌迄个，这叫做自性来对矛盾。所以你经常讲啊，真好，啊，心外无法啦，无法啦。法外无心啊，啊心甲法是一，唔是二。所以啊，大乘人的心境，变化界虚空界，甲家己确实啦，都是一体啊。我介意这个讨厌迄个，那就是等于什么？我介意啊，心中我讨厌喜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介意肝，我讨厌心，那就是这个意思咯。五脏六腑拢嘛是你家己，你一个都袂当少。你讲讨厌一个，介意这个都无爱。无爱全体拢无咯，有人死路一条啊！你活在世间，
外面五官，内面的五脏六腑，一项都未当少，但项都嘛是宝啊。但是世间人唔知呀，这是未晓颠倒，唔知要安怎，在人现前呐、啊，在人对了来，家己做呀、啊。那都是喜怒哀乐爱恶欲造成的，假意这个讨厌那个乱造成的，造成家己身体非常快病痛，造成地球的灾难，造成宇宙的灾难，这是武器呀、啊！所以，会安怎帮助社会来恢复生态呢？社会恢复生态，生态是什么呢？中国老祖宗所讲的人以类地性，这常态。当然，拢讲究人以类地性。伫佛海内面的常态，都是十善业道。每一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拢总是十善业道。这是佛法的社会。十善业道一般人看不起啊，还是无知，还是错了。很难看了真多佛像，佛像里面佛的头顶有一个大圆光，圆光顶面有三字，通常是用梵文写，叫做嗡阿吽。这三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做到圆满，丝毫欠缺都拢无，那就是啊，妙觉如来。十善业道，大乘菩萨，可以展开八万四千世行。那归纳起来，十善业道，修行阿罗汉，个十善业道展开来有三千回仪呀、啊。你哪会当看不起呢？啊，五戒十善破开了，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法了。一切法拢在其中。十善业道经顶面佛讲啊真清楚，讲啊真明白。但读了唔知道要安怎读，读了那像无感觉啊，麻麻痹痹啊。佛讲得遐清楚，人天法啦，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拢是以此为内底，以此为根本，此都是十善业。所以十善业无，人天就无了。你伫六道轮回，人天两道你无分，为什么你无十善业啊？
啊，重辟十仙林道，重辟十仙天道，是千叶嘛无咧，就是三木道。这嘛无重要，要有啥物较重要呢？十仙业都会帮助你建立临天法，会帮助你建立声闻菩提，会帮助你建立缘觉菩提，会帮助你建立菩萨佛无上菩提，这拢靠这个做基础啊，拢是对这所在建立。我该是建立伫个实现里面，啊，比丘该菩萨该建立伫个实现里面，无实现拢无咯。啊，好个实现，比如做大地，你呀、啊，搁较好，什么建筑物拢嘛是对大地来起个啊，大地若无，你什么拢起袂成，这个意思偌明显呢？这个意思偌重要啊！咱哪会当该看轻呢？十善业都是金色光明，也永恒不变啊！更如红如大，高妙甲古意是无量功色啊！表满怀一如，无佛妙地宫中，实现清净本体啊！差别上面。差别上无咯，为咯真实啊！为什么呢？差别上是假相，差别上是对相相讲的。一性相是对性相讲的，成就一个啊，人生人现呢？是诸行所行所现的是万法，万法相不共，性相共，万法作用不共，体相共，这是回路真实，是个该懂一些。下面又以劫水为路，水是海水，啊，劫水呢是大三灾之一，大三灾。这个时阵大水已经到二三天了，你就知道欲界无了。初三天的欲界以上，还是灰灰啊？不是啊，是的，化乐天，他化自在天的顶面啊。化乐天是第五天，他化住在天是第六天，过去是初禅，最个二禅啊，拢阴去了，欲界六战天拢总阴去了，这个劫水，即怀劫时之大水灾。地下水轮起，水拥护
大火如车笛啊！第二三天以下，金币原本破坏。左三天、右三天拢引起了咱这世间，真有可能将来地球上的水，甲大地隆重引起了。地球上的村落几个小岛啊，都上新鲜古珠，不是凡人。好用，此处大水无有啊，济啊，无边济啊，无花无边啊，河汉花岳之西征赋啊，即句经文可参考文山中花岳之西征赋。内底有即几句话，那有昆明伫何其中，一滴即动动寒寒啊！风雨弥漫，何如何寒？何寒是大江。形容水真多，咱咧伫中江、南北两岸都会当看到，东西看袂到两岸。那咱知影，人无论徛什么所在。你会看到这个边界，地球上的经纬度，你呀只看到一度，一度。三十里，二十半径，你会看到是六十里。中间太长了，所以你看到三十里拢是水。水甲天连做一个甲海共款，对西边来看嘛是安尼生啊。农业这段讲啊，比如大地洪水盈满。树林山河，皆物不现，唯有大水。这个所在用大水来，比如佛光，用树拿来，这下来啊，比如声闻菩萨一切啊功名。比不着啊，佛光啊。例如成功无缘弄时，成功不现啊。月光像十四啊，啊十五、十六，满月的这个时阵，咱的天顶的最粒星啊，拢看未到，我月光暗藏着了。看天的光最清楚的时阵，是伫个啊初一、初一、三十、初二这三天。为什么无月亮？所以迄个微弱的天的光拢会看到。一般人目睭若较好，会当看到六顶星。
如果咱用望远镜，普通望远镜，就会当看到十几顶星。啊，你是的，那星的光看未到，月亮也看未到，你光太强了，把这的光明都给抓到了。古文世界文笔未见佛光，应要显现啊！那这的比如拢是比如佛光，明朗啊！这个讲的明耀，明啊之明朗。耀是照耀，显是明显，亦是显耀。拢中拢是指，系即性的模样，啊，都是恰恰鲜明。这个光是黑暗，黑暗是红色的。那太阳是一片黑海啊，四季拢是黑，大黑。那地球是水球啊，整个球面拢嘛是水啊。甲太阳拄好是两个对比，一个是黑球，一个是水球。咱阁看下面经文啊，这段是讲看到叫做世界已经庄严。诸会数将，诸会无量寿会，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有这么多人来听参加这法会，诸将弟子，天龙八部，临回临定啊，天龙八部和临回临定。咱两眼看不到，因在场。咱现前刚经的这个小道场呢，听众虽然不追，但咱的问讲，是不是有天龙八部呢？是不是有灵回灵定呢？有啊，肯定。是有，然后咱伫遮咧学习经教，听闻叫做世界已经庄严，在天龙八部、林飞林顶嘛咧听。黑起的人有受戒，有德行，心地良好。无智慧，所以听闻经法也确立，也开悟，比天龙八部、灵回灵顶较悬啊。
现在人家信得完全啦、迷信。眼前的发挥，天龙八部灵飞灵定，有真正多真多超越人啦。因听经的觉悟，因念佛的往生，但赶未着因啦。什么原因？因有不得的五通。因知影世间苦啊，啊，咱未甲真深，唔知影世间苦啊，所以古人有一句咧讲：苦中作乐啊，乐也是苦啊。啊，这句话形容现今的社会。真适当啊！啊，现在我临飞临定，真容易多，做人真困难呐、啊。第一定的障碍。就是以怀疑啊，这是什么呢？科学的精神。那科学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爱怀疑啊，怀疑才会去研究，才会探讨，才会发现。佛法是不是安尼？佛法嘛是安尼是呀。但是佛法里面的怀疑呢，有心呐、啊。所以佛法的疑叫疑情，小疑有小我，大疑有大我，不疑就未开我啊。还是讲究这个啊，但是佛法信正灵，信圆灵啊，信佛信菩萨，也有信啊，可后来对无啊。不相信有圣贤，对这里面物件不相信，你这超越伊啊，这该推翻。啊，科学家无一人敢讲，伊发现的是真理，无听到二三十年了后，把人给推翻了。唔，嗰是圣贤，诸佛菩萨所发现的，你永远都无把它推翻。嘿，这是真理呀、啊！还是什么呢？那是人的自性，是无条办法的本体。灵性万化，灵现万化，阿赖耶灵变万化，这个人发现了，国家现在也渐渐发现，无把那个超越了。下等跟伊同款，你嘛是圣贤，你嘛是佛菩萨，
你袂当比伊较悬啦，关袂起去啊。到这所在平顶发界啊，为什么袂当超越？到尽头咯，我其实已经不懂念，你们那桥弯呢？伊不起心不动念，我嘛到不起心不动念，佮伊平定个啊，无办法超越伊啊。为什么起心动念就落去咯？伊毋是向上超，伊向下坠落。啊，起心动念就是十法界内面的佛法界，故起心动念，那就是的。分别执着咯，好啊，那就到声闻法界，到天法界，伊向下坠落了。啊，达到最高的境界是甲佛平等的啊。为什么拢不起心不动念平定咯？啊，达到平定。要有十期，伊也毋是讲究竟平等，十期那当真就真正平等。华严经上啊所讲的啊，妙觉如来啊，这上悬的啊，无个超起去。到这所在真正是平等咯，究竟平等。顶格也不是真正平等，妙格是平等咯。返回来面的四种，包括咱今天在讲的灵界，天龙八部轮回临顶，拢看到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安能看，念落去注解，诸会四众，大比丘众满两千人，释迦牟尼佛一拜。讲演听众真多，这个众有一万两千人，比丘尼五百人，依师有七千人，如居士五百人，这是临终啊！好友好贤文殊弥勒啊，十六正师无贤劫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好贤文殊弥勒。在那证书在第二品里面有两个咯，这十人的人都也是正教顶格的高位的，也就是说因格文殊普贤弥勒是同一个阶层，都是顶格菩萨发心大事啊，也有诸天云众，乃至天龙八部轮回临顶，即是会众。如此怎样？佛说无量寿经，这个场面有偌大呀？偌庄严的呀！
啊，这个参加发挥人，跟阿弥陀佛，跟叫世界，拢有非常深厚缘分。就亲像经常所讲的，过去生中也捌供养无数诸佛如来，供养行书正诸贤君，才有这种缘分啊。啊，讲出界啊，啊，这个尾后一句，这是会众该见极乐世界，不要误会者，人人该见，拢嘛看到极乐世界，拢看到阿弥陀佛。那出界，咱地球上四种地主合起来20,000人，该是一流之心。人人该见极乐世界，此乃为当时及未来一切众生正信。释迦牟尼佛甲咱啊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还毋是假啊？极乐世界真正是互你看到咯。阿弥陀佛嘛是真正互你看到。那是头前咧，我甲自由不顾忌，用过正宗初祖慧远大师。王生进前甲大家讲，你伫山顶修行迄几年的当中，我去三拜看到极乐世界，一拜是第四拜咯，阿弥陀来接引王生。你这以前以将来都唔啊，现早甲大家告别时阵才宣布，第四摆啊，看到极乐世界往生咯。啊，东参道友问伊讲，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款呢？还输甲大家讲啊，甲经常讲呀，完全同款呐。这个经就是无量寿经，慧远大师创办。中国第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123个人。那迄个时阵，净土依据的经典呢，只有一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也无翻译做中文呐、啊。流通的这块大地呢，只有《无量寿经》。伊啊所看到的，跟《无量寿经》所讲是一模一样啊。这是个当时大家来做证明。以及
未来一切众生，包括那现在修净土的同学，甲咱正信，有此殊胜稀有之随相，遍在五蕴啊！这个现象，现在存在伫个世间，无量寿经五种翻译本拢有啊。翻译记录加签。以翻译的佛阿难诸菩萨阿罗汉等及诸天诸天帝王人民，即该见无量清净佛。无量清净佛就是阿弥陀佛及诸菩萨阿罗汉，国土七不义，五业即欠基数，同志但以阿弥陀大无量清净，汉武帝的是三国时代，东吴、还的时阵，用阿弥陀，亦不用无量清净。唯一的呢，空间开一本，在中国流通上概括，无量寿佛。为爹为贵如苏弥山王，观出一切诸世界上上好光明，弥不照耀，除非四众一时失见。啊，比丘啊，比丘尼，又不识啊，又不疑，失见无量寿如来，同意。我提留字翻译的，以讲比诸国中，比丘比丘尼，又不色又不疑，即个无量寿如来，如苏弥山王，教诸佛刹，是诸佛国皆色啊明显，如处一心。下面讲宋译是五种译本的经文啊，拢抄伫这个所在，提供予咱做参考。那宋是发现翻译的，你是会中比丘比丘尼又波色又波夷天龙玉车天达婆阿修罗啊迦罗罗金那罗。罗诃罗伽林回林顶，该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以见那无量寿如来声闻菩萨为了恭敬，比如苏弥山王出悟那大海啊，我也动心。足正确住环境，甲非团结有我啊！也联络甲这五种的经本，这段经文拢抄伫这个所在，互咱看。证明讲，唔是讲翻译有错误，五种经本内底拢嘛有啊。
释迦牟尼佛亲嘴所宣，这不是假啊。咱来当相信的假啊，但是伫现今社会，咱呐拄着古人啊说，毋捌渡过一个困难，人毋相信呐、啊，用一句话。就给你否定了，迷信，这是迷信。无下科学，现在用科学做标准咯。无下科学就是迷信啦。但无下科学都无要采取。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世界是不是要重新毁灭掉这个来计呢？这拄着现在灾难啦、啊，这个灾难咱啦、啊、已经渐渐意识到了，全球的灾难不是啊局部，灾难当时开始呢，那就已经开始了。我发现的一份报告的来对。你看，慢慢的拢嘛是飘队，拢是全世界发生灾难飘队啊！三月五，82条；四月五，59件；五月五，67，就上升咯。但计是155。这个是176，八个，啊，这个八个，这个个，我看可能会超出了200咯。八个顶半个个，八个1号到15号。已经发生106件，只要后半个月，所以啊，八月决定的超过200件，大个月上升啊，一摆比一摆严重啊，全球性的啊，普遍性的啊，所以啊，今仔日这个世界上。你若问我倒一个所在上安全呢？我只有跟你讲，我袂骗你，你们阿弥陀佛上安全啦、啊！你无念阿弥陀佛，行遍全世界，无一个所在是安全呢？你像灾难，那像是啊，都发的，有些无有条啊。突然发生，
圣贤如菩萨，灵界给我们的消息，人说这不是一件坏事，在修行过程当中，这是啊，业经常缘啊，帮助我们提升灵性啊。灾难大家都知道是众生的穷业别业所感的。如果咱甲众生有这个穷业，会伫灾难当中走咯。咱念佛，咱行的时阵，阿弥陀佛来接引啦，好事啊！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咯。这是咱大家都所祈求的，我得达到咯。啊，如果咱甲伊也不穷业呢，但系记了后，也留伫这世间，留伫这世间有留落来任务啊。迄个都是在咱了后。互相重建这个世界上特殊的代志，要承担起来啊！要用菩萨的精神救苦救难，帮助这世间。甲伦理、道德、因果啊，圣贤教育重新恢复起来。为了做起，对现在都要开始。学习敬教。真正听有咯，真正体会到咯，修持头上依教奉行，为你演说啦，演是表演。十善业都表现出来，甲数了了都表现出来，甲普贤十大愿拢表现出来，甲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表现出来。大难了后，你若也未走，这是你的事业啊，是你的工作啊。你是为了这个代志才留在世间，啊，所以啊，拢嘛是好事，唔是歹事啊。对什么款人来讲是歹事？伊唔学习，伊唔知奉行，在咱来时阵惊风失措。但一般人咧讲是惊死的啊，何在咱惊死的人，拢会去三恶道。
为什么伊家己袂当做主啊？家己会当做主宰，袂对什么多？那是好事。家己袂当做主的人，惊风失措，这个灾难啊，对伊来讲伊是真的啊。眼前受苦难，来生如三途啊。啊，咱如果是真正明白、真正了解、真正弄清楚，那就对今仔日开始，就要发心认真去做啊！发菩提心，以向专念。把世尊的三句教训修持道上，依靠奉行为你演说这三句的好好的记条，这三句话要安那落实呢？地主归做教了，感应篇做教了，修行业都做教了，都落实了，这是真佛地主啊！你来到这世间是无量功德，你是来救世救人的。那不是安尼生，你来到这世间来是受果报的。你过去做什么业，你嘛应该受什么果报。唔过伫大乘教来对，按有能力，按业报。转变作生万再来，这是真正恶佛了，恶佛真的利益。我来到这世界来投胎业报身，我离开这世界是愿力心，不是业报啊。专业力为愿力，愿力是什么呢？菩萨行愿再来，我赶快。啊，菩萨诸多道林，啊，家己。修持道上，依靠奉行就是诸多，为你演说是度他，是度众生的啊。啊，七十里里做教。但是真佛地主，是十二年无做教，计也唔是真的啊！唔是真的，有业报。你可修得这果报？所以同学拢爱会记你啊！你虽然无出家，你是属于僧团的一份子。你来细心去查看经是安怎讲法，
真不是指出家人，出家人穿 BQ。真这个意思也本意是团体，什么团体？奉行修六合敬的团体，就是经团。我修六合敬，不是经团。经团是修六合敬的团体啊，所以啊，出家也在修，在家也在修。古人在家居士精进，对啊，是会使清净，伊修了好净，伊就是净；无修了好净，出家都袂当清好啊。了好净，在家出家拢会当修，所以拢总会使称之为净。这个要知影。啊，出家在家，咱拢嘛是修，注重善心的供养啊。啊，咱伫道场做义工，无台母嘛受供养师啊，遮大是供养。咱伫个道场食一顿饭。饮一杯水，迄拢是相助共用的，是帮大众共用的。啊，咱家己要共用大众，同时也接受大众共用，一体啊。这个代志。总就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咱今仔日经团的一份子，要按怎甲六合敬做出来？六合敬内底就两字尔，一个敬，一个是和。无条件的恭敬。敬就是心敬，敬是表现在外面，内面是真诚，无丝毫虚伪。安怎看众生，还有善财，善财真正做到菩萨戒经所讲的，就是菩萨看众生。一切男子啊是五夫，一切女人啊是五庙啊，一切众生该是给我记起的父母未来的祝福，该一切众生看着父母，看着祝福未来的祝福啦，但记起生生世世父母。对一切众生尽孝道啊，对一切诸佛啊尽殊道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对一切众生呀、啊，这是大行啊，这是菩萨啦、啊。那出家就菩萨戒，你菩萨的行列，在家就菩萨戒，马入菩萨行列。菩萨行，无离开三福啊。
那三福的重要性一定要知道。我说得很清楚，以其现在以来三世诸佛正业正因，菩萨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菩萨修行成佛，都要依这三个条件。啊，你无依这三条，你绝对袂当成佛啦。正业三好是成佛必须的三个条件。所以咱正宗学会成立，行门定了啊，五个科目，然后一条就是正业三福。虽然修行最高指导原则，这个原则啊，疏忽就是根本拢无去了。哇、啊！一句话你无可能会有成就啊！你无可能会未造业。造业，你来到大乘佛法的道场内面啊，来啊造业还是唔得啦？为什么呢？孤薄啊！太重了，那你正法道场作业就是毁灭正法，就是障碍正法。你说这罪有多重呢？这个法来救世界，我把这个法毁掉，和世界毁灭，你就是做这款代志啦。这个代志做下无困难，古菩萨阿鼻地讲，要出来就太难太难了。诸佛如来也未当救你啊。那这道理为当公唔捌啦，两乐慈悲啊！我将关于本的经文抄在这地，可能隆重看到了。证明这个话确确实实是佛所讲的，不是啊翻译的人为他的意思在的。所以啊，他说五业动心足证确住原经，决会团结有我啊！当时会将这件记录，依报种种庄严，又到正报阿弥陀佛，功德巍巍，上好功名圣众为了啊！譬如须弥山王出入海面。苏密是印度话，这是这个单位世界来对最高的一个山峰，专称是苏密罗山王。苏密罗，那就称为苏密山。
中国人爱简单啦、啊，乃十三王之一啦、啊。有经常讲十座大山，峨眉山第一。诸山为世间土色，也说明讲唔是世间土色之山，纯是四宝所成。后文没有十回及异形类啊，会是众宝庄严。峨眉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啊。这个啊，单位世界中心，过去确实有一群人误会峨眉山就是喜马拉雅山，是地球上最高的啊一座山，有经常常讲的雪山，雪山确实就是喜马拉雅山，不是峨眉山。但峨眉山不在地球上，经常啊讲得很清楚，太阳月亮射到峨眉山的有峨眉山的中央旋转，啊，现在天文学家有跟咱讲，太阳、月亮确实是围着银河系旋转，我头一摆甲黄连老见面，就讲到经常这个问题，所以跟我讲，佛经上讲的一个单位世界，实际上是现在天文学家发现的银河系啊。这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啊。啊，组成啊，这是叫做一个小千世界，以银河系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安尼一千乘一千，搁乘一千，十亿啊！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是十亿个银河系。这是普通一尊佛的教区，你成佛了，成佛你的教化众生的范围有多大，相随是一个三千啊，大千世界啊，三千就是小千啊，中千大千，哇，一句讲相随这范围是十亿个银河系啊。这个摩尼佛的教区啊，这个摩尼佛在地球上应身也多啊，也真心无别多，真心是不生不灭啦，应化心遍布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真正在这星球当中。
啊，这个讲法讲得真好啊。啊，阮好系这中心咧，啊，就是啊，苏米山。现在知影讲，阮好系中心啊，是乌东。天文学家个称作是乌东。乌东有非常大的能量，连光拢会会输入去啊！每年呢，阮河对折，这嘛是几万年才拄到一摆，就是啊，阮河的中心。咱即讲苏米山咯，太阳、地球摆做一条直线，这个温和对折啊。那凡是温和对折这个时阵呢，啊，地球上都有一挂啊变化咯。科学家的研究，这变化什么呢？是阮河中心的活动的引力，已经强大引力，会引发啊太阳的风波啊。中国可能成功太阳恶子引发太阳发生强烈的风波啊！这个强烈的风波会影响地球啊！太阳的风波是有周期性的，每十一年一摆。啊，中国几千年观察，每只朝代天文字都有记载。大多数太阳风波，会和地球上会有感受。啊，总在三四日了后，啊，咱会感受到这风波。不过也是有很少数半点钟我们就受到干扰了，但是这情形无多，也不发生过半小时就达到地球。科学家有计呢，啊，每年会真正严重，啊，上轻的这个干扰是地球上发射的人造卫星传播，啊，拢会去破坏啦，可能让这个太阳风波拢吹走去了，消失了，会影响咱这个无线电的通信。啊，嘛是有可能引发地球磁场产生变化，这麻烦就较大。这个麻烦是和咱的航海、航空，这个飞机在空中的飞行，这无方向啊，无办法定方向。这对造成空中海上交通的混乱，更加严重呢，是惊伊啊会引发地球上的火山爆发啦，严重的啊海啸，这灾难就真大了。伊呢也比美国演的电影
两千空一厘也够个可怕。这是科学家跟咱讲的啊。也是佛法来讲，是讲人类生存在这地球上，经过这个几千万年来所做的这罪业，地球啊，这个反复对这个起点来转呢，佮转到这个起点呢。这日子那像过年同款的，这是周期到过年。过年安怎？六月三十还算中宵咯。那这时阵呢，先有先报咯，有善果啊，有恶报咯。那对出现严重的灾难啦、啊，这个灾难拢是叫做自作自受的报应。哦，佛的人了解啊，事实真相，但咱现在一口气也未断。运动安怎呢？改弯膝盖，那哪个一切众生皆来弯爱化解，唔通过去啊，弯弯上步了。为什么结成这款的弯角呢？拢是自私啊，自我为本位。毛病拢出伫即个心间啊，看这身体是家己，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佛法修学，头一个教人破心间，五种见识头一个破心间，第二破边见呐，边见的对立，第三、第四个就是破心间。你看，这拢是咱。那像是啊，无生古来，啊，咱咧做罪业，这是根啊。啊，头一个心见是什么呢？是自私自利啊。啊，有我就是无别人啊。啊，顺我家己，我就会欢喜；无顺我家己，我就讨厌。玩就是安尼结的呀，结什么？愈结愈深，到最后就变作报复了。啊，报复有当时啊，手段非常残酷啊。这一生你比较强，你胜一负；来生你比较弱，你胜。你和孤弱无异啊！生生世世就隔头未开，所以叫弯弯相步，无完无了。到多是世人。大家都着佛法明白咯，未搁再去创这个，真正忏悔家己啊化解。这是一个人为什么未当出六道轮回？为什么长时间就是地狱内底咧受罪？拢嘛是自作自受啊，唔是别人害你啊。
哦，是讲你迄个念头错误，我甲人讲三个错误念头，第一个是自私，有我都有自私，你要当无承认。第二个就是对立，啊，对立是什么？就是发生冲突，就产生矛盾了。就跟人结冤仇，第三成见，啊，成见是坚固的执着。我讲按怎你都要顺我，我真是菩萨，菩萨行顺众生啊，菩萨无成见啊，无对立的啊，你讲什么我拢随在你。你做业不会被做业，菩萨做这个榜样来。你若想要未做业，你若想要超越轮回，你学菩萨。菩萨什么都拢好，无强唔好，为什么呢？菩萨知影讲万法皆空。什么拢无，拢嘛是假呀！那菩萨无支配人的心，啊，无控制人的念头啊，无占有的这个意思啊，这是咱来学呀。我感激中华大师，然后是讲见面，第一句话就教我讲看破放下。我学了六十年了，愈学愈感觉这两句话是真理呀。康康实实，佛法来对对初发心。高僧究竟圆满的佛果，用什么方法？就用这两个方法啦，看破啊，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像爬楼梯，一层一层爬到上关站，就是这个方法啦。看破是什么？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把这经上讲个上个透彻。释迦牟尼佛出现伫这世间，主要讲个啊，都是这门功课啊。阿含是无比，就跟你讲伦理道德，跟你讲啊，这个、做人的这道理啊，肯定做是好人。好人都不去弯弯相报，这就是好人。啊，皇帝呢，那就是不坐五比班。啊，阿含个皇帝加起来二十年，二十年的根基啊，这才开始跟你讲不坐啊。不是跟你讲真相，真相是万法皆空，讲一切法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你就真正放下了，真放下就幸福了。啊，什么拢放未落，哎，就继续去六道轮回了。轮回来对继续去三恶道。为什么执着最重的呢？万分啊，最轻呢？绝对唔帮人甩。就是伫地下来对去变咯。
啊，一切拢放下咯，你什么拢负担都无咯，你就向上升啊，进去就赶快。啊，升到极处，对立中就讲，身体拢无咯。啊，真正家己什么呢？我看到有人在讲，用这名词啊，足趣味，灵光啊。啊，真正身体是灵光啊，灵光无物质啊。无处不在，无时也不在。有缘的现行，就亲像《普门品》里啊所讲的啊，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什么心得到，伊就现什么心。啊，无处不现心，缘无的心都无看到了，就回到灵光了。都有缘，都有去现，因为伊无处不在，伊无时不在。啊，都亲像那现在电视频道啊播出来，跟同款，你有接受机器，马上就现。多一个所在接收，多一个所在都会现象啊。电视是一个真死板的物件，伊完全被动，伊袂当主动。咱的灵光发发发发，千变万化。下底讲一危险无讲的这个现象，下底真正做所在现。同款的一个形象啊，所以对无起心动念，所现的境界是众生，随众生心以无所知量，也是随缘呐。你改心就现什么？啊，无起心动念。诸佛如来应化的世间，诸佛菩萨应化的世间，有起心动念无？甲诸位讲无啊！阿罗汉辟支佛、观高菩萨，是现伫这世间有起心动念，无分别执着。佛是现伫这世间，连起心动念都拢无。哦，好来对这所在来学啊，这是最高级的佛法啦。是真正歹学到呀，都你爱捌啦，捌咯，你就会知影我这内底无迷信啦。好，今仔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啊。